我是杨乃嘉，那我来自嘉义县的新港乡。那我本身在三立有开个工作室，我在这边有快20年了。那理念就是用木雕彩绘的方式，它有浮雕的效果，但是用彩绘方式可以把那我的那个纹路的对比的色彩更加鲜艳。那如果仔细看的话，你看那个胡须。用光笔画的比较细腻的画法，就是一笔去画，就会感觉上会很立体。那一般我们在从事木雕的话，其实木雕的表现方式有很多种。那属于这种浮雕彩绘方式，我是自己喜欢这种感觉，我才去创作它。因为我自己本身属老虎的，所以我很偏好老虎，所以创作这一件其实。这个已经10几年前的作品，希望说如果有民众来参观，这件作品，其实这件作品是值得，慢慢细细的观赏。虎年到了，大家来欣赏我这幅老虎的作品，带给大家好运气，好福气，谢谢。